麦基资料照，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连续三年对上死对头骑士，勇士99-92把胜利守在甲骨文球场。球赛才落幕不久，中锋麦基 Jafel McGee 却传出被勇士摆上交易谈判桌。根据 The Athletic 报道，勇士和公路开启关于交易麦基的对话。除了麦基，公路也询问了交易帕丘利亚 Zaza Pachulia 与贝尔 Jordan Bell 的可能。麦基上季是勇士板凳中的关键，出赛77场的每36分钟数据为23分11.9篮板，季后赛更是有着高达73.2%的投篮命中率，是勇士能夺冠的功臣之一。但在新秀贝尔出现后，麦基的上场时间再受到压缩，加上帕丘利亚将在下一站对爵士回归，以及麦基近三场只出赛一次，又长达一个月得分未达双位数，成为勇士多出来的战力。考量到场均篮板和丰富的防守经验，若麦基转战公路，将提供公路迫切需要的板凳实力。